MyTV Super 全新赛马频道 MyTV Super 18台在9月1号就会正式启播啦。据悉 MyTV Super 更加出动银弹，将有线赛马节目的台前幕后班底打包叫过档，当中更加包括殿堂级评马人方俊辉。 MyTV Super 18台日前在沙田马场拍摄前哨节目后生仔傾马仔，由前港者冯盈盈、高海宁组合艾粒和主持邝家明讨论一下马圈趣事，直教冯盈盈更加向口才了得的艾粒挑机，以盈盈 style 评述赛马，但就被艾粒串佢好像在街市买餸咁旁述啊，场面相当之爆笑。盈盈又自爆读大学的时候都试过在马会做嘢。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来过马场做 part time 的，那时候我的工作是负责推广一个关于赛马的 apps 的科技的东西的，但是我记得做这份工作的时候，首先的酬劳很理想，我那翻一天差不多去到有四位数字的 payment 的，然后同埋翻工的过程都很开心的，因为呢它有很多主题，我觉得我 cosplay 的潜质呢就在这里充分发挥了，曾经即是要跳题而扮过法式的淑女啦，又有试扮过这个 Cyber 女战士啦，和服的东瀛少女啦，又带过一些很漂亮的那些小礼物那些，那我记得翻工的时候呢都是很开心很 enjoy 添，同埋有些难忘的事呢就是有阵时候呢因为是夜间的赛事就夜啲收工啦，那阵时候我啱啱识咗男朋友阿宝宝，咁佢呢曾经真係好 sweet 咁话嚟接我放工啦，又话呢特登嚟马场度搵我要行好多路，咁我都觉得佢哇嗰阵时候真係觉得佢好 sweet 好体贴啊。今次係艾粒第一次同盈盈合作，佢哋都觉得盈盈 ok 啊。冯盈盈好得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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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几得意啊，即系破咗个格咯，系啊，系啊，系啊，好少接触啲咁即系咁醒目讲到嘢嘅年青人，讲到好老咁样，好少即系而家啲年青人都系唔系好讲嘢啊，净系打啲 message 啊咁样，但系佢都好即系 presentable 咁。都好犀利，同埋佢其實好似好跳脱，佢都有收嘅，係啊，即係肉係有分寸嘅，都係嘅，咁所以啊幾開心咯、啊，第一次接觸咁樣。MyTV Super 十八台将会提供本地赛马资讯、马圈消息、赛前分析、赛马直播，甚至系赛后检讨都会全面涵盖，资讯咁完整，各位马迷要留意啦。